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，你怎么想到把通心粉加这里边？陈老师的那个。你提问 ，yes or no？ 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静玉，就是之前看到了一家米粉，它是贼好吃，我们冬天来时候没开门，现在又来到了这边儿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上次我们已经打探过了，在楼下买完米粉，然后上楼吃一份盒饭，然后再点点炸串。哎呦，不敢想象多香！看它这个商场里面，这门口是这个，两个两叉，要两个肉饼，全家福。通心粉是那个意大利面那个吗？类似那样粉的。姐，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？你怎么想到把通心粉加这里边？陈老师的那个。提问 ：yes or no？ 二。行了吗？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要充电呢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要充电呢，我就给你拽过去。他想看看那个饼怎么做的了，姐。哇，咱这满满一大兜子，我感觉不需要买那啥了。你吃啥辣呀？正常，正常。糖醋要不要？都正常。是肉酱吗？哇，麻辣正常。对，这是熬的汤吗？对，大骨。大骨的香菇就是像菌汤。你看你好吃啊。有的晚上喜欢吃的吧，完了我们就给，你们愿意吃我就给你们。啊，想吃吗？我们下次晚上来，来早了。不是，现在想吃就给你加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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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来。现在可以加了。给你一块糖。哎呀，谢谢。就是展示一下吧。不是，我要展示菜品。啊，我先展示一下我。谢谢。哥了。嗯呐，吃点米粉，慕名而来。啊，不是，我们是不学着拍点作业，展示一下家乡美食。啊，我给你炒香锅，给我拍一个，免费的。我们没啥人看，就老师一个个看。你不是上抖音吗？不是，我们给老师看。啊，我们学剪辑的。完了，被围观了。耶、yeah!。他这个就是，他说是没有胶的米粉。然后它这里边是那啥，还有通心粉，就长这样了。它这个里面就有香菇，还有肉，然后送了一个豆干，这一碗是11块钱。还有这个我们买的盒饭，两个鸡腿，还有一些菜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那么好吃啊！嗯。嗯。嗯。嘎嘎的，还有汤底，真的好吃，是那种能吃出来是骨汤的那个感觉。真不愧是大骨头的呀，它这个通心粉吃有点像宽粉，不是像宽面。给你看一下这个肉，刚才大哥给的贼实在，给了一块大骨头上的肉。我要尝这个，看我们这个是全家福的肉夹馍，10块钱一张馍，一个肉饼，然后还有鸡柳，还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菜，我有点无从下口了。只要嘴张得大，三二一。哎，我咬了一个完美的横截面，我咬了一个完美的横截面，我咬了一个更完美的横截面。他，我俩谁更完美？他是真的不出来吃饭呢。刘姐，今天是下午3点，咱俩上学的时候不是下课就吃饭了吗？他们今天感觉是考试，要不能一下出来这么多人。嗯，正常来说，上课有一开始坚持不住的，中间坚持不住的，还有最后下课的。嗯，太好吃了。我感觉能这种小盒装的东西好像都不差，但是现在当妈的我感觉都离谱。我最近不是又爱上开车了吗？嗯，我天天晚上去开车去，我妈坐后边，完我爸坐副驾驶。我妈有一天说：“姑娘，你开车妈最喜欢了，最好了。”嗯，我寻思怎么回事？长大了，我是不是长大了，我会开车了？妈欣慰呀。下一句说啥？哎，这换季了，你这开车，我穿短袖的像一瞎冒一身汗呢，一点都不冷，都不用穿棉服了。我们老师本来没有各个平台，说了之后我们老师才吓的呀，就关注你呢。嗯，不是不看吃播吗？我班老师每看一次都说啥意思呢？都谁看呢？啪滑走，完出去，我学上了。完这个米粉，我说句实话啊，我感觉没有他家那个酸辣粉好吃。刘姐，你就是得不到这骚动，咱也没吃着酸辣粉啊。咱吃着了吗？你知道啥味儿吗？你要实在想吃，你下午整一碗去。不行，我还有盒饭呢，我还有我的黄飞呢。哎呦天！
这太好吃了。我最近买了老多衣服了，就是觉得我寻思，我说秋装好好买，冬装照样好看。我买老多老多巨多，什么款式？我进你家看了，我一座小山呢，家人们。什么类型？什么各种风格我都买了。但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问题，我找不着场合穿。我刚才想说，你除了遛狗还有拍视频，你还出门吗？我需要点场合，你给我找点场合。要不你找点啥事儿干吧？每天能出席那种。业主有没有委员会？你去参加一下子呗。你家小区物业都跑了。真的没有人。你别说，刚才那女的不多瞅咱们一眼吗？我现在有点精神病了，我不总搁学校那边上学吗？这人流量一大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归社会了。你听我说呀，谁一多瞅我两眼，我就寻思，哎，是不是关注你了？完了认识我，谁多瞅我两眼，我就直接嗨。完了，今天我坐公交车，你一个大爷多瞅我两眼，我现在这也是关注的。我现在都判断，我脑里飞快旋转运转，是到底是不是粉丝，是不是粉丝？那大爷一直瞅我，喂，嗨，我说完了，这不是粉丝，大爷，嗨，还是坚持跟我打完了招呼。你同学不会给你带点好吃的吗？平时？嗯，大爷，你们好像没人给我带。我感觉正常就光吃米粉能吃两碗，好吃好吃，嗦两口没了。这老板娘是不是欲擒故纵呢？明知道自己做好吃就给这点，尝一下吧，不能白瞎。鸡腿怎么好吃呢？越咸就是，哎妈，好咸！太咸了，你尝吧，你就吃吧。我把这酸有点太酸了，给打包回家了。那天我不考试吗？完了，我跟我同学，我俩说找个地方背背，我俩互相考考。完了，会议室里不能出声，我俩说找一个空地方找找。咱学校那个楼梯口不有俩凳子吗？啊，就保洁阿姨放笤帚搓啥的。我俩刚一屁股要坐下去，保洁阿姨，哎，有人，他躺的玩手机。得亏坐下是我同学，要我他都拖不住。对，我一个人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俩看单儿呢，正学呢，我也没瞅。这个手就很灵性。哎，有人儿。妹啊，一会儿，你给你妈打电话挺有意思。她每次都会问，回不回家？没有，她会缓两秒。嗯，她得接受一下她女儿的态度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需要时间来缓冲。你知道，能我妈唯一一个特技是什么吗？他能就是无视声势，完了崩溃，完了自己再回来。比如说，就是那天我买的绿豆饼，我爸愿意吃红豆，就买了一半绿豆，一半红豆。然后他那天说他说不吃了，减肥。我爸搁旁边吃呢，他就一直叫我拿走。我爸搁那吃呢，他叫我拿走，他说他馋，要不然。完我说我不拿，我爸搁那吃呢，生气了，嗷嗷给他骂我。等会儿不听，长大了吃玩意了，我说你拿走了吧，就这么来。完生气，嗷嗷搁那骂我，我没勒他，睡着了。我说老姑娘起来开车呀。你说什么什么时候？好吧，没啥。你有病啊。我不知道我在干啥，我想我吃多了要发疯。我也是，我感觉就是吃饱饭就有一种一身牛劲儿没地儿使的感觉。Yes yes， 现在要去使使牛劲儿了，再见了，拜拜。使使牛劲儿，你就是爱博呀，人使牛劲儿，也不是你使啊。